喂，你好，三五元，请收录一个月内未输光电C，前两病例号排序第一病的，肾虚是，解码GX1EG控格请填上1.05%8%101%7G4%0.6%第二行请填上0.85%%3G4%0.2%下行解码T1，下行解码T1，下病人。 叫做肾虚，解码 T， 解码 TSTUVT 空格请填上0.782%78%T4是-1.9%第二行请填上0.449%53%T4是-4.0%下行解码 T3下病人。